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寻找意义的旅程，光四十香水，哮犬，哮犬的这个升华二关卡示范。基本上这是要五星五光，五星够五光，五星五光五波比哦。看起来光是够了哈。这个心不太够，多消一些哦。哇，真厉害！看来他不太愿意给我。一二三，好，有了，有五颗了。有五颗，现在的目标就是把它凑在一起嘛，是不是？凑在一起的，好，这样就凑在一起。接下来第二关，共生，好，共生。这个 CD 怎么那么奇怪啊？怎么那么怪的 CD 啊？搞得我都不晓得先怎么要怎么杀了。全体升级。哦，中间那一只四滴血哈。再一次全体攻击就可以了。好，虽然说手有点歪掉哈，不过不影响我们 KO 哈，一样是照样 KO。好，在这边是六星，六光哈，二四六，二四六 ，OK。那现在我们就是做一个简易的叠珠哈。只是确保通关的，哎，不行，六颗的话要做纸的哦，做纸的，这个我们再矫正一下。哎呀喂，错姐，啊，当然是可以不用做这么复杂的举动啊，那只是说，那个我们确保一次把它消掉。一直消掉，我的确保被消掉了。我的确保完完全全的彻底被消掉了。欸，我是要做确保，欸，不是要自杀，欸。二四六，好，现在有了。这个我们还是乖乖的这样好了。正常的消毒把它消掉就好了。哦，左边一只，右边一只，刚刚好了。不动不动。好，以上是这个有点差一点点死掉又不小心救回来的一个示范哈，升华二，哦，哮犬升华二的关卡示范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